大家好，我是庄德福，这次要来分享的是锅物料理。这是一道非常适合在家自己动手煮的火锅料理，因为锅气十足，简单快速，有肉有菜，美味好吃。菜名叫做葱爆猪肉火锅，那就开始动手料理。这样就完成了锅气十足的葱爆猪肉火锅，赶快来享用。
开动。先把新香料爆香，再煮火锅，当然锅气十足，汤头非常鲜美，很香，很好喝。猪梅花肉片很嫩，很香甜，太好吃了。把这简单的做法分享给大家，喜欢下厨的你试试这样煮，你会喜欢。赞，太好吃了。